Adoxophis orana, 夏季果实, Tartrix. 学名为 Adoxophis orana clerk, 1759. Adoxophis orana 学名, Tartrix 是鹅科的一种夏季果实。 它发现于旧北极和台湾，翅膀展开时为17至22毫米。 鹅从5月到11月分2代飞行。 幼虫在松散编织的茧中越冬。 幼虫喜欢玫瑰, 尤其是苹果, Malis domestica 和梨, Prunus perifolia, 并以各种树木和灌木为食。 Adoxophis orana 学名, Tartrix 是鹅科的一种夏季果实。 它发现于旧北极和台湾。 Adoxophis orana 夏季果实 Tartrix 展开翅膀时的大小为17至22毫米。 鹅从5月到11月分2代飞行。 幼虫在松散编织的茧中越冬。 Adoxophis orana 学名, Tartrix 是鹅科的一种夏季果实。 它发现于旧北极和台湾，翅膀展开时有17至22毫米。 鹅从5月到11月分2代飞行。 幼虫在松散编织的茧中越冬。 幼虫喜欢玫瑰, 尤其是苹果, Malis domestica 和梨, Prunus perifolia, 并以各种树木和灌木为食。 Adoxophis orana 夏季果实 Tartrix 的优选寄主植物是苹果, Malis domestica 和梨, Prunus perifolia, 该物种被认为是害虫。 因为幼虫在取食时会对果树造成损害。幼虫在松散编织的茧中越冬, 幼虫喜欢玫瑰, 尤其是苹果, Malis domestica 和梨, Prunus perifolia, 并以各种树木和灌木为食。